不是7个小时以后见吗？从律师三更半夜穿着睡衣来敲未婚男子的，是合理的吧？我是不是也可以发律师函告你骚扰？我是来问诊的，你能给我开点助眠药吗？我好像有点失眠。失眠？那可能是因为秋谷冬藏吧。什么是秋谷冬藏？黄帝内经曰：冬三月，此谓闭藏。 水冰地拆，无染护养，早卧晚起，必带日光，时至若浮若逆。简单来说，就是五脏藏阳，故情之所伤，少上心神。所以我的病情是什么？你倒是说呀！我的意思是，你注意点，别勾我的火。我才没有，我这就是失眠，流氓。既然来挂号了，哪有放着不救的道理？ 进来吧，躺下吧，闭上眼。 是什么？白噪音的 ASMR，ASMR 就是自发性知觉经络反应，对视觉、听觉、触觉、嗅觉或感知上的一些刺激，从而使人的颅内、头皮或身体其他范围内产生一种独特的、令人愉悦的刺激感，可以促进睡眠。你最近太辛苦了。 睡得又那么少，大脑皮层绷得太紧，一松下来就容易失眠。以后结婚了，我每天晚上给你按。真要和你结婚了。 醒了，去洗漱吧，洗完赶紧过来吃早饭。欢迎老大大会，师母好。同振，你一大早来干嘛？我带着他们欢迎老大复职啊。姐，你不会又哪受伤了吧？没有。 我早上洗漱的时候发现家里停水了，就来问了问，发现就只有我家里停了。应该是我不小心碰到阀门了，我再回去检查一下。你们找温少卿，他在里面。去吧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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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
喂，小姐，你睡了吗？刚准备睡，怎么了？医院
刚刚召开了动员大会，要派应调队去支援，我也报名了。还有那个温少卿也去吗？嗯，他领队。老大这会儿应该还在会议室开会呢。什么时候出发？可能待会儿就告诉你。哦，马上。表姐，我理一理他的东西就过去找你们。好。要有一阵子见不到他了，你也会想他吧？快！干嘛？这是衣服，我检查过了，绝对没有红色的。我还给你带了你喜欢吃的零食，你省着点吃。好，主人，别太想我。没什么，这个给你。楚明都告诉你了，他人呢？他说不想让你走，所以就不见你。你有时间多帮我照顾一下热爷。什么时候回来啊？不好说。注意安全。忠贞的话，如果你不舍得，我可以去找他。忠贞不是小孩子了，他有自己的人生。我希望他可以成为像你一样的人，做个有担当的医生。就让他去吧。好，那你别担心了，我会看好你。我更担心你。我也会看好我自己。这次真没那么严重。那你要每天给我发信息报平安。担心，等我回来，我有事告诉你。